都是脏的啊。所以有台北一个活动邀请我们答应了，然后这个人数有客家人，很抱歉。但我今天来也是要来做我的宣传。静宜大学跟东华大学有个共同点，就是教会创办的学校，基督教。其实啊，那个以前的校长，就是现在那个资政的、校长，他来静宜的时候就找东华大学啊，每年有一天呢、叫做共同祈祷。有时候我们来敬礼，有时候去东海。那我觉得啊，今天看到已经是第六届了，是吗？这样的研讨会，并且啊，慢慢把时间定下来，就是每年的十月初，这个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固定的时间，固定地点倒不一定要固定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活动也非常的多，常常会冲砍哈。所以如果很早就知道那一天的话，我们时间会准备，就不会像中心福乐社啊，他活动也那么多啊，他早知道是今天就不会排其他的活动、所以我非常高兴这个变成一个固定时间办的活动啊。那另外当然就是说东海大学也有一个活动办了已经很多年了，但最早是叫做这个国际友谊日然后后来就变成这个环保的活动叫做金秋地球日了。那么金秋地球的时间是固定的，因为它是10月22号，它是针对春天的4月22号跟它差半年，所以时间是固定的。那今年因为是礼拜一，我们提早在10月21号的礼拜天办活动。我们一样慢慢有主题啊，像这个生态协会办的今年的主题就是空气污染，这样非常好，能够聚焦哈。那么我也是这样做哈，那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金秋地球日的主题就是投一山一票，大家去年很努力哈，虽然最后没有成功，我们输给那个济州岛，现在还是很不服气哈，但是我们虽败犹荣哈。那么今年的主题啊，今年主题叫做分享里约的经验哈，来打造永续的家园哈，是因为联合国10年才一次开的叫做地球高峰会议哈。那么是第三次啊，又回去里约，因为20年前在那边重新再回去里约开这个高峰会，所以简单有个名称叫做里约加20 （Rio Plus 20） 哈。台湾一共有大约200个人去，中央团去，地方团去，民间团去。那么在台北办过一个分享啊，大家觉得很好，我就建议说，那在中部办一场，南部办一场。但是呢，政府说，哎呀，陈教授，你的建议很好，但是我们政府做事情啊，都要依法行事。那因为我们没有编预算，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做哈。所以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有点疯狂哈。那现在其实还好，不是我做了。不会我不要讲太久了哈，所以就是说哈，我利用这个时间来邀请，我这里有邀请哈，就是说21号时候到东海来，以后这两个活动也可以当做姐妹联谊的活动哈，10月初就进一半的活动啊，10月下旬就东海办的活动连接起来非常好。我的活动啊，有一个一天的研讨会，然后有4个小时的舞台表演呢，大家都可以来哈。那么还有这个摆摊的部分，现在已经有40个组啊，不是40摊哦，光是那个叫做金真古德协会啊，他们就有50个看板了，所以非常的精彩。我们邀请到这个绿色和平啊，这次去巴西最珠峰头就是他们的彩虹战士号，那个排队排得非常非常长啊。所以今天会非常精彩。那么我是想今天的成果，今天的人力成果，甚至整个生态协会多少年来努力的成果，我们也愿意提供一个摊位，让这个生态协会去展示，把今天的成果做一种延伸，让更多人知道大家的努力哈。我就不要讲太多，欢迎大家来，非常谢谢你们邀请我，谢谢。